食物这件事情谈好我们的团队，想要谈好，所以我们去挑战了纸本发行。我们想要把食物天然呈现给大家，所以我们去做了辣椒酱。下一步料理教室就要让大家能够出现。我们团队用各自的能量，把一件事回到本质是去思考。我很喜欢酸女孩的杂志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个设计都超棒的。我很好奇这些东西是怎么做成的，然后竟然有一本杂志可以告诉你。自己就会去了解一下当季的食材是什么。我很多不知道的事情讲得很清楚，我觉得就是很惊讶。做最清爽的辣椒酱，第一口觉得很辣，可是越吃怎么觉得很不错。在面里面啊，拌饭我也觉得还不错，拌菜也 OK 哦。加一堆加拌面，就会不会加太多了？快半罐都没了。食物的脉络，我们才能够架构食物，我们才能够去创造食物，我们才能够给下一代食物一个更完整安全的环境。好吃好玩酸女孩，我很谢谢大家，因为你们愿意支持我们，我们才能够一直往下走。